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小平。我们常说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吃苦动作吃补的人，什么人？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澎湖的曾月清师姐，澎湖教官嘞，哎，秀平平，还有大家的师兄郭明胜师兄，大家好不好？哎，我一二三，三位亲友团，感恩大家。真细汉的时阵啊，月清师姐阿爸都无甲因带做伙。厝内六个囡仔，全靠妈妈一个人请养，所以讲啊，苦的滋味啊，伊想了解。迄阵妈妈改鼓励啊，我们人穷，志不要穷。所以说，在他小小的心灵啊，他就发愿哦，以后如果长大，我老栽掉，我老伶俐啊，我也要帮助别人。后来因缘机会啊，在慈济找到付出的机会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行善行孝双轨并行的曾月清爱洒澎湖的故事。下午在自家厨房里，曾月清正忙着烹煮甜品，准备待会儿送给妈妈当点心用。妈妈吼无气气，哎，那做工哦是无规律啦。哎，伊就爱食营养，啊，但是就是食无多。人小妇讲是大人有滴的，煮简单，伊爱食啥的，煮怎爱食。阵礼拜天我讲妈，你想要食啥？伊讲我想要食怎啊丁丁的物件，我就给他吃。住在养护中心的妈妈虽然三餐有人照料，但是曾月清三不五时就要贴心的带着妈妈想吃的爱吃的，让妈妈解解馋。你困哦？啊，哥哥我今日困哦。哥哥我今日困哦。啊，无看一只农村啊。我煮一顶下来你吃。我这久也无食鱼，我煮鱼好食。所以妈妈啦，常常讲，养育我们六个孩子嘛，真的很辛苦吧？吼，以前真的足辛苦，但是吼，我从来吼没有看到妈妈的脸上有一种好像说埋怨我们还是怎么样，从来没有。那不爱做个虾米味？有啦，啊，这咱煮这个，这种这吼舒服吼，这用迄种诶，环保的吼，这个会环保的咧。这好势啊！袂啦，我听买一罐大罐的，啊一半互你配，啊一半互我配。啊一本一支的，互你看舒服。他最喜欢看上人。哦。吼。阿嬷啊，你知影迄个阿庆啊，你做主席无？都有我在。有甲你讲无？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有啊，我欢喜个。咱较早细汉无通食，拢是人咧互咱食吼。啊，咱即阵会啊，咱就要帮忙人吼，对不对吼？嘿啊，这拢是细汉。以前他小时候伊教我。我介绍奶奶说无诶，即阵就出个奶奶来无诶。啊，进来食都话较无应该无好。明白行孝不能等，更珍惜能够相处的时间。不管在生活中要扮演坚强的妻子、妈妈或是婆婆的角色，能够来到自己高龄九十的母亲身旁，六十岁的曾月清瞬间就变成了爱撒娇的小女儿，逗着妈妈开心。以前我是真的是很自卑感很重，从来没有在讲话，就是有工作就是做，做到工作完回去，妈妈都会提醒我说，人呐、啊，穷没关系，但是呢。要有志气，啊，我们人啊，要能付出。你在付出当中吼，能戆戆啊做啊，但是袂要紧，咱互偏袂要紧。总有一天吼，春来买天光买日暗，海阔就天空了。感念母亲过去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，曾月清用实际行动体现妈妈的叮咛，在有能力之余，手心向下帮助别人。也因为出身于贫困环境的背景，让身为慈济志工的曾月清每每投入访视时特别有感触。师姐要咱等的是要几多？咱师叔吼，看戏也够硬，即卖啥新芽奖助金吼，啊，要来花邀请函。妈咪，我又来了嘞。
妈咪，你现在吃饭了吗？哇，你们那晚呐、啊！来，给你送来。还帮我们搬，还帮我们送来，谢谢。对。关怀户里面小朋友还是老大人，我会想起我过去，因为过去有人帮助啊，我现在有实际这个体那么好，我也可以去帮助人。哦，你那里嘛是？你有知哦？包山搁包海。哎哎，有影有影有影。山一点点啊，啊海较大，海价钱。穿梭在澎湖离岛之间，以同理心与照顾互相待。曾月清时而扮演良师，循循善诱，时而扮演义友，给予扶持，时而又像慈母般予以抚慰，为每个愁苦的家庭点上一盏微光，也为自己找到新的力量。澎湖啊，虽然是离岛啊，离台湾有一段距离哦，不过早在民国68年开始就有慈济人。在那边付出的痕迹了哈啊，这么多年来也接引出很多的人间菩萨啦。那月清师姐够明胜师兄啊，就是其中的一对慈济夫妻档啊。对，尤其恁孙仔够比你较早受精嘞哈。恁孙仔给我两年。哦，早两年受精啊，孙仔是咱朋友第一批的慈诚队护法金刚啊，嘛是咱的人文真善美啊。对。啊，带着这么勤俭，这么熬处理出来代志的，我应该讲好不？我感恩他，家里的事情都是交给他。嘿。我是在外面奋跑的，你就是拼经济，然后专心会当做主者啊。是，其实即摆嘛伫上班啦，对。所以说事业、置业、家业啊都并行啊。尤其是吼，拄我看到你对阿母啊这么友好吼，即拢爱感恩阿母啊，自细汉甲恁三个、六个囡仔抚养大汉啊。哎呀，真的感恩。妈妈介辛苦呢，一人那发多抚养六个囡仔啦吼。介辛苦，阮阿伯客吼都无看到一阿母。哦，你讲起床嘛，就等于讲看到妈妈。暗时伊若要困嘛，无看到一个阿母拢无。安尼啊，都无看到。啊，我看资料顶头，你阁有一个阿姊啊嘛吼。哎，阮阿姊哦，真的是牺牲很多。伊拢顾囡仔嘛，爱都是放弃念小学，伊嘛无读册呢。安尼。嘿啊，啊，迄阵农业社会啊。哦。所以，即阵拢很自卑感就重的，无啥敢出。伊的牺牲。哦，或者小弟小妹，嘿，他真的很孝顺，尤其是阮姐夫，像咧伊个囝呢，嗯，伊即摆阮姐夫呐会做工转来吼，做工家转来，嗯，啊，若休困，伊就带啊，看他讲一些笑话啦，还有一些社会的事情呐，啊，就讲会笑，啊，就转去安尼，安尼吼，嘿，阮姐夫，就真像你同款啊，你嘛是安尼，听讲真细汉就开始做厝内真侪代志啊。我妈妈若无伫个，就是拢煮的，我较爱煮啊。啊，厝内经济嘛毋是介快活，足艰苦。啊，有接受过人的帮忙无？有啊，就是县政府迄阵煞无人讲有低收入户嘛吼。嗯。低收入户，迄阵吼咱都无咱的资助，迄种低收入户，但是吼，毋知到我十岁啊几岁，我讲我拢叫阿母讲阿母啊，咱即阵吼莫阁互帮忙啊啦。哎呦，咱。那汉族暗呐，吞下落落啊，卖个帮忙，真低收入哦，足艰苦听的。迄阵，迄阵的社会哦，很排斥这个，咱买啊。不要不希望被人家贴一个标签就对了。我讲咱买啊，阿老母讲好啊，我讲咱哦，啉水都买饱了好啊啦，买啊啦，母啊讲好啊，那样。你从小就很有骨气呢。哦，妈妈教的。人穷志不穷。穷。哦。我妈妈迄阵我是在迄个结婚哦。伊嘛甲我讲讲，恁虽然做善，但是你爱会去的。你若要游下我，你爱先游下恁的大家。哎呦，嗯，我妈妈，嗯，哦，孙仔，啊，你赚到啊啦！赚到啊！虽然无什么真好的嫁妆，甚至可能无嫁妆，我唔知啦。伊嘛讲伊讲，我无嫁妆能好哩。就是这句话送你。这句话，嘿。孝顺，孝顺，顺着顺着啦，吼。所以总看到上人都是讲，啊，我找到了，找对了。啊，今仔日哦。师姐啊，真甘心哦！早一场，真久真久以前，我看应该是二十几年前吼，咱朋友的资深的委员哦，桂桑师姐，桂桑师姐，等于华莲寻根，专工早登来跟你结缘的啦，吼，正言法师的法相哦，进入相面哦，你感觉讲另外就是妈妈，她是我的宝，嘿，因为妈妈是希望阿姐是让我有智慧的。啊，回来朋友了，你就开始变要做啊。嘿，有时这人做返贫啦吼，
啊，伫环评当中去讲，哎呦，啊，多阿个人病啊，较艰苦诶。安尼吼，系啊，即个师傅讲嘛，艰苦，艰苦，系啊，哎呦，啊，多阿个人病啊，较艰苦诶啊。嗯，虽然我是苦啊，但是人为身心的苦。啊，我这个是算什么？从那个，嗯，再慢慢的释怀。我迄阵时拢一直埋怨我父亲呐。你也怪你阿爸？哎呦，我迄阵就恨你耶。恨哦。嗯，恨。吼，你讲莫甲我拄着，拄着我莫甲你。哎，对，都是安尼。那一种恨吼，干那我家己才会知。我曾经讲啊，讲伊呐，安怎伊嘛吼，我都不爱去。上人说要发好愿呢。对啊，系啊，都是安尼啊。啊，就是一届艰苦吼，才想着讲去医院做志工啊。才想讲，就是我迄阵吼，81年破病吼，啊，都迄阵讲要到台北，拢一个月爱去健检一次，爱去回诊一次嘛。我讲，啊，若拄只回诊的时间吼，回来咱华联做志工，上早到遐回诊。了解。嘿，啊，就一届拢去连续3年的志工，在那边当中吼，才体会到讲，咱上人讲的啊。天下的人，诶，中路拢是咱的世代人，才去悟到说，啊，也是要该放了。所以你放下了，就放下了。在做医院志工的过程当中，放下对爸爸的埋怨。爸爸被往生去的时候，我就按直接讲，咱老给看，伊爱嘛是为爱，然后咱老给看，按直接无啥了，讲咱老给看啦。今生是今生了嘛，嗯，啊，阮直接也讲苦的时。爸爸在医院里面，在家护病人这病房里面哦，他看到我们虽然很多年30几年、30-40年都没有看到哈，哎呦，看到也是一个血年哈，他用手这样子啊，我说当我细汉的时候，如看如无当看，当如这种我徛在家都想要给他看，你没有力气牵我，当一个老爸在咱囝的面头前讲，是的啦，当初时哦，对不起您。啊，对不起您妈妈，啊，我知影吼，拢您的友好，哎，我爸啊，袂要紧啦，啊，咱或许吼，都咱的姻缘都是安尼，啊，这边的阿姨甲啊甲妹妹的姻缘又落较深，啊，如落大姐啊，如爱听人的话，隔天他就往生了。是啊，你心头的石头放下了，因心中的干嘛抛开啊？我嘛给讲，阿姨就祝福我。虽然阮无假啊，讲安尼，神啊，遮尼爱阮了，但是吼，你们烦恼，神啊吼，足听阮的，啊，阮也足圆满的，啊，都祝福咱的子孙吼，平平安安。神啊，都是你啦，是啊，名胜哈。但是啊，上人还是不断提醒我们，无常跟时间是无法挡的。送走了爸爸之后啊，其实啊，师姐在人生中啊，也遇到了两次啊，攸关生命危急的关卡啦。好，他如何度过这个关卡，又如何用他现在健康的身体来付出呢？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影片，回来再聊一聊。师姐，你今日是要煮什么饭啊？电子书啊，然后连线、书信啊。花多少钱啊？今日煮？差不多50哦。人较少，阮两个搭档啊，若人较侪了，爱邀请相机队员啊。着装完毕，正式上工。今天的大厨曾月清和老搭档朱满元两人联手，要准备50人份的午餐料理。啊，伊都来伊人要做相机，无看到我吼，伊吼心袂安就对了。我有做无做，带心比伊都欢喜的。安老公，因为阮搭配久啊吼，啊知影讲，伊即项要煮菜，啊要炸菜，啊他很有责任。啊吼，你做相机，你都一定都啊订较早来，啊订也较慢到，一定都是爱安尼。所以我嘛足幸福的，第一做相机吼，嘛加做足多厝底的代志。然后相机安尼，几年？差不多，18-19年有啊咯，阿姐。18-19年袂影响嘛？人若讲你会忝的，讲袂忝是骗人的，啊，不过是心真的是不累了。咱若看人咧用餐吼。我们感觉很幸福啊，在我们家也是最多也是10几个人呐、啊，在这里就是那么多，跟人家结那么多的善缘，抱着这感恩的心来做这项工作。
承担香鸡工作19年，从不会煮素食到现在能够精确地控制分量、预算，变化出美味料理。曾月清分享，一路走来就是一份简单的欢喜心。以前做阮家母啊，阮家母讲，香鸡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香鸡煮杂，用香鸡好多五节很好啊，安尼啊，啊就到即阵啊，总归一句就是满心欢喜就对了。有安内这么好气，安这么侪干部，好个在外国会晓香鸡，还晓煮食。全力发挥生命良能，对于这一点，曾月清有深深体会。1992年检查出子宫颈癌，10年后又因不明原因动脉出血，造成吐血昏迷。两次大病考验，让他陷入人生低潮。所幸慈济理念的支持和法亲关怀，陪着他渡过难关。我看病去甲顾咧。我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，我要回去的时候，我说阿姐我要倒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趴在我 身上，他说我不让你倒，那不是法亲，人怕了就要走就不服了，而且我还不知道人知道要去烦恼。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1个月了，以前太不埋怨一些事情，现在心真的是从心里面宽广。把握时间和因缘，现在的曾月清坚持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。像是每周一次的读书会，他几乎不缺席，低头认真研读字句，一方面以文字充实自我，一方面以法水滋润心灵。我做此计要做到身体不能做为止，但无论做到几岁，把握当下的每一刻，不然无常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刹那气喘不过来就回去了啦。澎湖唯一的就是幸福啊，什么都要做，像台湾都无啊嘛，台湾若想要做伊嘛无时间，阁无机会啊。人多嘛，拢轮流嘛，阮澎湖唯一的幸福就是安嘛，福报就是这样。曾月清相信，能做就是福。加入志工行列，不只让他的心找到了依靠，更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付出获得的满满喜悦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快活的乐意人生。人生八苦啊，病痛最苦啊。我想这个对于月清师姐来讲啊，主事人都需要真操劳啦吼，啊做真侪代志，七月就帮阿母啊开始煮饭啊嘛吼，所以身体介用啊。但是你知影无？38、9岁的时候，哇，第一次破病就吃力啦。发现子宫颈癌末期哦。末期嘿。哇，一般人听到可能坐咧等啦。我嘛拢甲师兄讲，我有个交代讲，什么物件得多治吼。我若要开刀吼。我若叫袂起吼，你就紧来搞阿姨哦。你那时候真的做好拜拜的打算？哎，我做最不好的打算了。我就给他讲说，我们是什么东西放在哪里，放在哪里啊？你问出来，拢我来处理呀。啊，什么嘿？吼，啊嘿，真是什么？我拢给交代啊，好势啊。哦，我的名称卡可能有唱一行的金嘛吼，你就靠是袂给你挖出来啊。他都没有讲啊，伊拢无讲安怎，因为伊敢那点点讲。没啦，咱会平平安安啦，上人都甲你祝福啊，咱会平平安安啦，安尼啊，你免烦恼啊。所以你很清安自在，你也很清安自在。用有病到医生啊。听讲，迄阵为朋友来到台湾本岛治疗的时候，拄好上人行脚来台北分会啊，台北啊，恁有去见上人啊？有啊，上人就当面甲你鼓励啊，甲你。嘿，上人鼓励啊，搁煮三碗素食面粉，互阮食呢。嘿，欢迎呢，暗顿。安尼哦。嘿。所以说你看子宫颈癌末期，后来经过治疗之后，这摆嘛活跳跳啊。嘿，啊伊个医生讲，哎呦，你有够幸福，咱迄阵唔知啊，什么叫做电疗，什么叫做化疗啊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实际里面真的是福报啊。福报有爱陪伴啦、啊。对，都有爱陪伴。哦，啊哪知影一关过了，无外久，搁一关来啊。十多年，搁一关。哇，天公这个。38岁，搁48岁。10年了，过一届啊，这届甲观众朋友，我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。伫朋友的时候，感觉讲那个，那会是胃出血啊，还是安怎？真无爽快啊！大年初二哦，偶遇啊，坐直升机护送来台湾治疗啊，对，啊，来到台湾了治疗，昏迷一个月，一个月，我唔知啦。
即个你连代志拢未赴交代，拢也无时间啊，我搁讲来。啊，你安怎想？你迄阵安怎想？我有代志交医生啊，检查啊，偏要检查袂出，一个检查就是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动脉吼、喔、破裂。你迄当时有帮伊下种丸啊，是安怎无？我是看吼，那想你去安慰。就你医生有病就对啦。对，还是要感恩医疗团队啦，先生人主人服啦吼，互、喔、你一关过了，过一关啦，即摆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身体臃肿会当付出来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今仔日啦，除了讲伊敬爱的先生啊，咱阿信啊，明胜师兄陪伴以外，佮有三位咱朋友在地亲友团啊，要来见证啊，吼！真来请满园师姐来甲咱见证一下啦，吼！在你的心中啊，除了讲影片内面有看到，恁两个是这个做相机的真好的 partner 啦，吼，伙伴啦，哦，助手以外吼，你在你的眼中吼，你感觉伊真正是一位用生命做志工的上年的好地主啊！我跟他搭档这么久吼，也在他身上学到很多。安尼，看起来你是当做一志爱人哦，恁弟辛苦恁我的啥？有啊，有学到他哦，他那种毅力勇气呀、啊。好，过来，咱的徐往事师姐哦，往事师姐都叫搞工哦。咱的月经师姐曾经为了澎湖金丝堂募款的义卖活动啊，整夜都没有睡，为了完成一件工作，是你没印象啦？对。阿姨就是，五十个摊位，伊就过去摸。有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有认领，我们委员吼、慈诚都有认领摊位。啊，搁再想讲，啊，遮的摊位唔是干那一个摊位就好，伊就搁想到迄名字吼，足水的吼，让将我们上人的感恩、善解、包容啦、啊，什么惜福、什么知福、什么的安尼，拢把迄个名词安尼用上来吼、哦，在那个。摊位 的那个名称来，大大拢有一个伊的名就对啦。对，很美很美吼，真正好阮看到了，足感动的。佮你规暝拢无困，拢伫想这啊？哎，有三合一的，有三合一的咯。讲哎呀，即、這个是譬如讲啊，这花吼，还是讲啊，即个是咧画咖啡，啊，就讲所以讲那个那大行都有咧讲啊，五福临门呐、啊，五福临门咖啡，美满咖啡啦，吼、哦，啊是都有一个名称安尼啦，是知足啦，啊想几暝啊，啊都拢有那拢有三合一啊，都大家一起来想想讲，哎呀，爱吃什么物件，烧的归烧的，啊冷的归冷的，啊嘛是办得很高兴啊。慈济一家人就是这么可爱嘛，哦、有事情大家一起出动嘛。对，就咱的春英师姐嘛，赶快啦哈，嘛是咱的月清师姐，安尼又安尼照顾吼，安尼家己安尼，小树变大树啦哈。因为吼，安尼伊心上吼，我也当看到讲，伊无论是职业、家业啊、工作上吼，大行吼。就是拢用伊个性命吼去哩做，是，他就是那一份心呐、啊，身体累，但是那个心吼、喔、是整个是欢喜的。讲、哦、到重点哦、喔，身体累，是正常的嘛，但是心是欢喜的，对，心不累。最后，孙兄，你有啥物话要搁讲个无？无啦，都感恩上人，感恩上人，还有文师姐。我就感恩你咧。孙兄已经做这个工作退休啊啦吼，阿叔这嘛讲啊，应该是明年就要退休啊。即摆以后啊，两个人对，但有够啊侪时间啦，为咱组织来付出啦。尤其朋友哦，咱组织的人数唔是介侪啊，希望会当菩萨大招生啦吼，让我们的大家庭更多的这个生力军来加入，好不好？好，马就你哦，身体健康哦，愈走愈勇。好，马就孙兄，好不好？帮我们记录更多的人文真善美的。画面好不好？好，感恩感恩，感恩谢谢啊，感恩感恩。